6日14点哦，46分哦，在龙南路与新生路口哦，交通事故哦，我经查为59岁阳性妇人哦，驾驶自小客车行经该路口时哦，因不明原因失控哦，闯越红灯哦，撞击到横向哦行驶李女哦所驾驶自小客车之后哦，再向前撞击哦同向行驶的五部自小货车，还有自小客车哦，以及49岁的曾姓男子骑乘的普通机车哦，造成曾男哦曾身上多处擦挫伤及气血胸哦，经送医80市医院哦仍宣告不治哦。那经查哦，本起事故哦共计造成7部自小客车哦，以及1部重机车毁损哦，各双方驾驶人哦酒测值均为零哦。那警方讯后哦，依过失致死罪将阳性妇人哦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哦。至于详细肇事原因哦，警方正积极的调查厘清当中。